boy 在跳。 敲个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很好奇我还好吗？啊，对，所以来了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要看你啊。<笑>给了。 哇，小心身体，小心身体。好，下一位，成都最厉害的 B boy， 四川骄傲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成都新攻坚的 B boy Kevin 杨凯。 杨凯老师是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拿到 SSI 世界街舞大赛冠军的唯一一个人。B boy 杨凯，第一个 B 系冠军，对吧？中国华人之光吧。在你刚开始学习跳舞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最顶尖的 B boy 了。而到了现在，已经过了十几年时间，他依然保持在一线最顶尖水平。杨凯的出现可以让这一次整个 breaking 实力往上狠狠地拔了一层。 接下来为你带来一段纯粹的 breaking， 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好，我要看有多纯粹。来，杨凯、Kevin、小猫，3、2、1，凯哥 ，Let's go！ 我面对的是很严格的考核队长，所以说我必须要做到让他真正的认同我。万一我也过来了，那就更紧张了。我不允许我自己失败，只能成功。 当时就特别的感动，我们都是跪地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他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尊重。在中途除了做技巧的时候，我每一个动作，我都是眼睛都是看着嘉儿在跳，我想得到认同。我跳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去拿毛巾了。我当时那个心情就是特别高兴的，对我来说，这个毛巾就像一个金牌一样。我眼泪都开出来了。我非常喜欢杨凯的原因是，除了各种大招。 我觉得他很干净利落，直接一巴掌打过来的那种感觉，而且那一巴掌不是那种慢动作，是啪，干净利落啊，说的吧？哎，但是我选你，你最后有可能不选我。哇，太炸了！黑卡音乐的 B boy 真的绝了。哇，有没有很疼啊，脚？啊，雕木对不对？雕木。<笑> 炸着炸着，撤了撤了。王者，杨凯也很厉害，但是我们这边有 clash， 他的招会比较有力量度，那杨凯 clash battle 的话会更好看，火药性更浓。 好，下一位。
扰好，我是小潮，我是一名 hip hop freestyle dancer。我是一名 hip hop freestyle dancer， 我叫小潮。哎，我这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不认识他，我从来没看他跳。这也是个新人吧？开始了吗？大家好，我叫小潮，我是一名 hip hop dancer。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认识我，所以我今年来了。三、二、一 ，Go。爆裂输出，黑马。他哪儿的呀？怎么那么厉害？小曹，因为他新晋偶像，哇，新晋偶像，好有灵性啊！还有要给，得给，得给，太帅了！谢谢。有被吓到，真的，因为都握完手，我就走过去，我说，哎，怎么突然有个东西？然后回头，哦，毛巾，然后才反应过来。小潮他是一个，抛开有没有名这个不重要，我觉得我看他跳舞的时候，我会有一个感觉，我觉得他让那个音乐在带他跳，而不是他在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，这是我鸡皮疙瘩的一个地方。因为他原来在武汉跳舞，很小，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才十四岁。你今年多少岁？21。七年的时间，我们原来刚见他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小朋友自己出来，然后问他是跟谁学的，他说这些招都是自己学自己练的。今天能让别人看到，蛮开心的，是不是？